好，为什么你要想为什么我们会用喉咙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就是一个习惯了，就是气，就总而言之不协调吧。啊，好，这是每个人的问题，不是您一个人的问题啊。我在学声乐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唱歌嘛，怎么会听不到呢？我自己都听不见我自己唱，那怎么唱给别人听呢？我们都是有这个观念，就是这个观念就害死我们了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只要我们自己的耳朵想听到这个声音，马上喉咙就会帮忙。